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姆西。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更新 Raft 木筏生存第三期。接收器要两个电路板一个脚架，天线要一个螺栓一个电路板，就是还需要两个电路板，就是说需要三个电路板，要六个铜，把铜拿去烧一下。还好我之前虽然是你们说铜没什么卵用，但是还是弄了一点啊，有11个铜，够了。铜啊，铜刷一下。哎，有鸟肉了，我操，鸟肉跑了，直接他妈鸟肉，哎，怎么，喂，哎，我搞了个什么东西？土豆熟了。哇塞，出来个很奇怪的东西，等一下啊，我已经死了，借我一下。这个终于鼠标了。来了。哎，你看看我掉的东西，上次那个也是我掉的是吧？上次这个猫，你看我这次又掉了个什么？让开。嘿嘿嘿嘿。我看你手上没东西，吉祥物我的 DJ， 啊，我又，小鸭吉，可以，很舒服啊。饿了怎么办？吃个椰子。又饿了怎么办？再吃一个。哇，我钓了个生鲶鱼上来，哎呀，有意思。那个烧架烧了没有？放了是吧？哎呦，我跟你说，我有鲶鱼，我还有那个什么鱼，哦，我有两只鲶鱼了，现在。我还有一只是三文鱼，有点意思。哎，我钓上一条飞鱼。那你给来丢我脸上。等我再钓一条。钓完这一条。哦，我现在有两只是三文鱼了。来。这是对，我知道木头可以种啊，但是我们现在第二层还没搭出来呢。来。好的。来来，再展示一下我的绝技。哎，孩子，你没见过吧？哎，我还会变成别的。哎，你那个鱼太小了，看不出来。我跟你说啊，一定要大才能看得出来效果，你知道吧？哎，他怎么跟我说物品不能放在这边啊？什么意思啊？哎，什么意思啊？看，有两条。哎，我怎么把它吃了？我这神经病啊！好吃吗？好吃个屁啊！鲶鱼，生吃鲶鱼！我操！为什么喂？怎么放不进去啊？这东西啊？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海里会有鲶鱼？为什么不能放进去啊？我在里面放两条小鱼。我就说嘛，你拿走啊！还没烤熟。我以为是两条小鱼，你知道吗？装饰品，我的天哪！那我多放两条。鲶鱼不是淡水鱼。完了，我把你的鱼拿出来，我又把我自己鱼放进去了。Holy shit！ 靠，你下面有三条鲳鱼。我手上还有8条鲳鱼。就给你开烧烤摊吧。什么烧烤摊？我要整理一下这个箱子。我要咳嗽。哎，有了这东西喝水真方便。好，喝完了。哇，这烤过的鲳鱼好恐怖啊！你有没有感觉啊？看起来特别像那个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啊？你们有没有吃过？有没有拿过？你们过来拿一下，这边有一些烤过的鲳鱼，拿过来看一下。等这个烤过之后，你拿到身上，你看一下它像不像那什么？叫什么来着？哪里？哦，像不像鲲？真的像鲲，我跟你说，你拿呀，就这里面拿。哦，这里面是烤过的罗非鱼，不是鲳鱼。你们还有鲳鱼吗？往里面丢呀。我可以做个鲨鱼饵了啊，鲨鱼饵出来了，真的很像鲲呢，我跟你说啊。然后把这大鱼放进去，生三文鱼，哇，这么大个儿。他这边好像没有剑鱼哈，烤过的鲑鱼眼珠没了，你们看到没有？烤过的鲑鱼眼珠没了，然后看到没有？它变成全部都是白色的了，发现没有？然后身上的话还有那种烤过的痕迹啊，然后让它变色的话就更有意思。一枪，想不想吃啊？想不想吃？好不好玩啊？好不好玩？我给你钓条大鱼，我给你，好不好玩？那这个给你，钓条大鱼。哎，哪去了？哇，这个活鱼的眼珠好，哦，好像是有点枪，是有点像枪的样子。那你抱这个我看看，你抱这个熟了我看看。你也把它，你像我那样子，我看看，就是两个变色。原来是这样子的呀。
好奇怪呀、啊，感觉。那大鱼和小鱼之间切呢？大鱼小鱼不行，小鱼不行。那你拿这个，你拿这个来切。烤鲲，怎么进化出了烤鲲？感觉不同鱼之间更好玩一点，尤其是这个鲶鱼，嘴巴特别大啊。可以的啊，这是我们这几个人独有的技能啊。咸鱼吐刺，人家都是变脸，我跟你说，我们是变鱼，我跟你说，想办法咸鱼吐刺。来、啊，先睡觉吧，先睡觉吧，今天晚上睡过去太慢了，这晚上，天哪！哎，睡我边上。我操，我们进水里了，我靠！神他喵，刚躺下就被淹了，还行啊。现在二楼还没造出来，你知道吧？哦，这是二楼是吧？哦，正在造是吧？可以可以，果然是凌霄干的，一直在干正事啊。我们还在拿着把烤鱼呢，我跟你说。食物更烤好的食物放在那个烤架旁边那个大箱子。好的，好，有些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接收器啦。哦，我知道那个木架子是用来放什么的了，木架就为了放这个接收器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先做个架子。所以说我又没有木板了，还差两个。来来来，我又捡了三个。好，牛逼牛逼牛逼！古墓王周六好，古墓王这周就一期啊，就一期，不说了吗？好像好几遍了啊，我要准备那个答辩呀，所以说周四没做，周三没做。哎，明天播不播啊？大林，明天播什么？啊，明天要播啊，明天要播的，周六要播的，因为我那个答辩改时间了，改到下午去了，本来是晚上七点钟的。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架子拿出来，哎，不放哪了？这架子？放这儿吧，放在就每次上楼的话，每次都能看得见啊。那应该把日历也放在这儿来啊。我倒把日历改过来，先把这架子给它放在这儿。哎，放在这边，对不对？哎，很舒服。然后呢，再把我们身上的这个无线电，喂，湿的砖头。这无线电怎么自己带个桌子的呀？啊，那这个架子有个屁用啊？哦，架子用来把那几个招财猫放过来，放到这个架子上。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子的。那无线电我先放在这儿吧。哎，叫你咬，我的还在被它咬掉。无线电还要电池啊？电池是什么东西啊？他哪里让我做电池了？哦，在这儿的电池。Holy shit！ 电池还要铜锭和碎片。碎片有人多的碎片吗？啊？我有三。你怎么什么都有啊？你怎么什么都有？来来来来来。我捡破烂。好，这样的话就可以电池做出来，然后把电池给它怼进去。周围怎么没有物资啊？咱们是偏离航道。对，需要电池，我给你电池，让我装进去啊。是装在这儿吗？哦哦哦，这样子啊？那不对啊，那这是什么东西啊？哦，不是，我还以为那个也要电池。好，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可以打开电池，需要更高。你这个收音机不是，它这个收音机还要那个什么的，要更高的高度，高度不够，它这个收音机用不了。哇塞，还有这种操作，拆了拆了。那你就先暂时去三楼待着吧。哎，三楼呢？三楼怎么没了？怎么就二楼了？那二楼先试试看，二楼先试试看。收音机。鬼子电报员阿姆斯。什么吗？二楼应该够了吧？你先让一下，让一下。好，电池开。哦，有了。哎，这是什么意思啊？无线电一未连接。哦，我知道了。我们现在需要造那个无线电，就天线吧，应该是。应该我估计就是天线的意思啊。这游戏还有结局这么一说吗？不知道，反正先把天线做再说。好的，我有天线了。然后呢？哦，天线也要架在这边的，那就先架在这儿吧。好，天线，哦，它有天线，有根线，看到没有？强行两个电线自己连起来了。哦，难道是要造天三根天线吗？它竟然有三个孔。对啊，需要电池。电池我有啊，有了。是你吗？三毛。你看，天线一起来了，然后呢？有什么用啊？那叫难道是要造三个天线啊？哇，已经有这么多食物了吗？舒服。你起麻吧，起麻吧。舒服。我们的航线是这边吗？反正看鸡腿，不是，看太阳，看太阳，看
看太阳的方向走就会有那个什么。我手上拿这个鸡腿，我刚刚他妈的，我靠！这个岛下面还有个洞的，有点意思啊！抛住了，抛住了，抛住了！我们还在动啊？风帆也收住了呀！啊，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好，那么问题来了，怎么上去了？体育座啊！你真以为哪儿都能体育座上去啊？啊！我看看啊，咋上去？来，避雨站了，别动，我跳你头上来。我操！真的上来了！我操！再来一个人，再来一个人！太猛了，这个金凤！哎，特林过来！等会儿我要看一下。太强了，我都惊了，我都。完了，这玩意儿行，我的天哪！哎，服了，这么高端的叠得上来啊！我服，我服，我服。那也就说明所有的岛其实都不需要那个什么的，只需要体运动上来就行。海草烧一下。这罗非鱼好多呀，我全给它扛。我跟你说，我现在造这东西啊，它这个电线啊，这种木头房子呀，特别像那个什么，特别像辐射四的建造。我跟你说，辐射四建造也就是破木板，然后但是它电线要自己接啊。你们还有没有木头？哦，我身上有木头，我身上有木头。来，黑森林有没有木头？再给我来一个，一块木头，就一块。别急，哎，三个天线，然后嘿，电池没有是不是？还是得帮我来开。侯礼轩，离接收器太远，你是不是在逗我啊？离真他妈太远，这哪远了？这还有这操作？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有解决办法。真他妈离接收器太远，还有没有木板了？还有没有木板了？要不咱们先起锚？起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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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锚。咱们先去找那个，我需要更多的木头跳那航线是吧？嗯。但咱们没有东西。哎，这个木头怎么不能往里面搭了？什么意思啊？翻。因为要地基。啊？咱们翻。也不是地基，就是柱子就可以了。柱子。半高。是用半高的是吧？还是全高的呀？应该是半高吧，我看这高度啊，全高的，全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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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全高。哎，还放不上去。只要这可以放一个，这一放一个，好，有这两个柱子应该可以搭了吧？嗯，果然可以了。哎，又没木头，哎，这又没木头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要把这玩意儿拆了。来来来，木头，再给我来个点木头。我把这东西放到中间去，哎，然后把天线换个位置，一定要好看，一定要对称。好，这样子你要再跟我说距离不够，我有点过分了。这游戏是怎么回血的呀？自己回血，喘气回血，捏手回血。我说我之前没有血。腾空接收器，好，然后电池给它甩上去，好，啊，有了，有雷达了，哇！我们现在正在慢慢的接近这个绿色的岛。我看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对的，我们这个面方向就是它那个岛的方向。哎，终于有了个高端点的东西了，但是你这个电线接的，我想吐啊！你看它这个电线接的，你就不能把这根接到这儿来，然后把这根接到这儿来吗？我的妈耶，恶心死我了，真恶心死我了，歪了歪了，两百多米在那边，那什么东西？那个是远处啊！天哪，那什么？哎！哎，不对，那什么东西？有个东西在浮在空中。Oh my god！ Oh my god！ 那什么东西？滑，那什么东西？天堂的。哎呦呦呦呦呦，有意思了！哎，我们岛都放弃了吗？哎，岛就在眼前了，哎。你看见岛了？什么岛？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这个魔了，建筑。
是有剑，是有剑主吧，我就说嘛。哦，我也看到了，好，哦哟，我操，这是个港口啊，好像是的。哎，对啊，我好像有个船桨。陆地有。哇，好大一个船，哇，好大一块地方。我的天哪，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哦。哎，那是个岛吗？对，那是一个岛，然后旁边有个港。哦，咱把港里人屠了吧。哇，我们是要通关。我也觉得要通关，就是要通关了。哇，还有风力发电机。6666。想到我自己的小电池，我都懵逼了。赶紧刻两个蒙古压压惊。赶紧抱起了我的抱，赶紧抱起我的枪鱼压压惊。你们划我的枪鱼还他妈行。哇哦。看看我们这房子，看看他们这个，我瞬间不想到二层了。哦，泡毛，泡毛，搜刮物资。这又是个什么东西？碎片，塑料碎片，正好缺碎片的。我上还是哇，它还有地下部分呢。啊，对对对，还有一半在水里面。看到了。是男人就上100层。好，上100层，我上去，必须下去。哇，金属锭，哇哦，舒服。其实我什么都没看到。这石头上会不会有东西啊？看一下。那你怎么上？说不定会呢。这是个跑酷游戏吗？对，它是要不太容易上去。我们都在往上走吗？不对，我在往下走。我把下面东西都拿完了。不可能吧？这边有宿舍，你进去了吗？嗯。那我上去吧，那我上去。我到警察了。神他妈，你到底才这么快？对。然后呢？上面有什么东西？摔不死呗。试试。摔不死。哎，我又下来了。我在下面逛了半天，没发现任何东西。我靠。啊？我已经到警察了。这边一大堆东西可以捡呢。我要上去。我估计我捡的地方应该是你捡过的。我要上去。嗯，哎，不是，你们怎么上去了？哎，你们怎么过去了？这地方啊，我解锁成就了，木姐。哦，你解锁了，这么快？我也解锁成就了，我还没有啊。妈呀，可能我也解锁了，但我没有注意。哦，从这儿上来的，然后呢？从那个，对，就从这个屋子里往旁边走。在这里，黑森林这儿。我在指挥啊，我在指挥母鸡。那个楼梯。我上来了，我看到了，地上还有螺栓，你们都没捡。我捡了好多螺栓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好，我上来了，然后再从这边过来是吧？然后再跳上去，还果然是个跑酷游戏。嘿，哎，一定是有人拉着我的腿。好，我上来了。哟，这点还在哪里？这还能上去吗？一个人都没有了。我在蹭。踢运作不用踢，不用踢运作，这不就上来了吗？东西呗。哦，卡住了是吗？哦，哎呀，顶不上去。来这边去。哦，可以上去了。我，你干什么？我，你们在干嘛呀？一下别动。哎，你上来就知道我在干嘛。哎，怎么回事？哎，啊，我还以为上去了。哎，我上去了，我操！别动！哎，不行，它上面有东西给它挡住了，我跟你说，它上面有个杠杠。能上去从这里上去的？对啊，所以就要不太好跳。我也上来了，我靠，我也上来了，救不了了，又是我们俩了啊！来，我先喝口水，我跟你说，我不跟你扯，我先喝口水，我再吃块肉，你有吗？我也吃块肉。还有跑酷。看咱俩谁能上去？我，啊！就从来没有踩到我，我也感觉我从来都没有踩到过你。你别上去。哎，好难啊！比我们两个把他们入口堵住。神的吗？你等一下，我觉得好像不需要用到别人。这个地方蹭不上来的，兄弟。是吗？哎，我怎么掉下来了？等一下，你林珊站我前面了，站我前面。对，就在那这，哎，上面不能找东西。就在这，对对对，别动。好嘞！
哎，我登上最高点了。妈的，是战斗服。我登上最高点了。哪啊？是上面俩雷达吗？就是，对，那个最大的雷达。哎，很难的上这个雷达。我们连这儿都上不去。我连这儿上不去。哎，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 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跳上去啊？啊？对，我跳上去。Safe， 快翻译。第一个是冰川融化，第二个是澳大利亚被淹了，然后到后面就是整个地球都被淹完了。就只有几个小地方了，然后上面的话就是城市被淹了，城市已经不安全了，然后的话他们现在要去跑到这个地方去，就这个意思。别读了，给我喝口水。就这个意思。给我也喝一口。事那么多的啊，就一口。哎，一口啊，给我喝一口，才给我喝一口。死道友不死穷的。哎，就一口呀，我说就一口呀。还给我吧，皮子还给我。好。快跳水，来来来来。别跳水，我要上去看一下，我还被烧。船跑了，哎。啊！哎！林霄，这倒车的人把我们的船拖跑了。林霄，从今天开始，你们叫我林霄船长。我不敢，我有降坡，我追得上。又降坡，爱降坡啊！我 no 降坡 ，we up 啊 ，we up， 来吧，let's up， 来 ，you stand here， I'm up。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Good as me. 哎，林霄，哎、我们这个船真的……哎，你怎么上来了？哎、我操！我有脚谱、啊。对，你让一让一，我刚刚差点上去了，我跟你说，差一点点就上去了。我有脚谱。来，站对，我脚谱的来。I think you can up, you just can down. 哎，哦，哎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tall. I'm up. 又不要爬哎哎I'm stupid 必须我们两个睡能够度过不行的一定要所有玩家这好气啊还要回来接你们这是个地方就这是吧这里上去了对这不就上来了吗这不很容易吗我为什么跳了这么长时间、啊、上来然后呢还可以再往上跳是吧往那从那个最小的雷达跳到看到就会掉下去哇，这个船好像开不过来。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真的开不过来，好像。我看到一个人游。没事，我还能停一会儿。我游过来。我还能停一会儿，不慌。我还能停一会儿，我的食物和水还能停一会儿，就是没有水了现在。哎，对，黑子，你就在这，你就站那别动啊，你就站这边别动。然后我就要掉下去的话，我也踩到你身上，知道吧？嗯。然后你就掉下来了。哎，我站的不是你身上啊。这也可以跳上来了，你知道吗？看到没有？啊、你从这儿跳，你从这儿跳。咦？咦？嗯？哦！这个地方单人就可以上来了，好吧？哪需要两个人嘛？我发现了新大陆。然后怎么上去？啊，踢运动。那这样子就算，哎，对啊，有两个人直接踢运动了。来。我来教你们怎么上去吧。You are up. 嗯 ，I'm up。我来看你们怎么带。哎 ，I'm up。然后跳到这儿。哎，等一下啊。我的脚。我这里看了你的脚，在我脸。你往左边走一点，你往左边走一点。站在这儿，站在这儿。对。然后我从这儿直接上去了。你能上？我他妈去，什么东西啊？我已经渴死了呀。我看看能不能造个净水器在这里。哎，对，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兄弟。听说你不要造净水器，那我走了。别，有没有棕榈叶？给我来点棕榈叶，快，我给你造一个初级净水器，快点。我造了已经，可是它不能放呀。为什么？你在放木板上吗？要放。那你造个木板吧。哦，它木板。哦，木板也不能放。哇、哦，天哪！快回来，什么都造不了。咋不会跳了呢？好的，我上来了。然后旁边这个怎么过去呢？对，你先上来，你先。这个就是个难点了。啊，我看你跳。这个我也没过去。这个之前我过去过一次。我靠！是不是很神奇？必须他一个人就可以上得来，我都惊了。我跟你说，黑子他也开始一脸懵逼了。我跟你说，哎，你怎么上来的？嗯。你刚刚怎么直接从最底下直接跳上来了？对呀、啊，我刚才
我看到一下一下子，我操，飞上来了，一个都上不来，我跟你说，一个都上不来。我看一下是哪个小子，一个你们都上不来，飞宇他妈开了飞天挂，我跟你说，哎。李孝仁呢？李孝仁，你他妈的在干什么？钓鱼还行啊，钓鱼，我也要钓鱼。站在世界的巅峰钓鱼。哇，这个鱼竿，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是吧？下面那个被拆了四个。我操！我操！下一个被鲨鱼拆了四个。哇，哎，去补一下啊！你一直跳，对，一直跳，一直跳。哎，看到没有？哇塞，终于上来了！哇哇，我终于上来了！哇，太不哎啊！这是个海鸥啊，我还以为是远处一个非常快的巨怪呢。我的天啊，终于上来了！天哪，我终于来到了这个游戏的最高峰。然后抛个鱼竿。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哎，是不是可以自己造个最高峰啊？不对呀、啊，这抛不出去。等一下啊，我动，嗯，我动，神经病啊！这个鱼竿怎么回事啊？甩出去会不会？我动，好，入水啊！现在是晚上，看不清楚，到时候我们这个到白天你们就看得清楚了啊！明天直播要不要玩直播啊？明天直播玩星际呀、啊？真他妈！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要慌。钓鱼？神他妈钓了个鞋子！哎，能穿吗？不能。神他妈，我这么高钓个鞋子有病吧啊！我之前钓过那么多鱼都没钓到过鞋子，这么高钓上来个鞋子，来，我丢鲨鱼饵了，你们左边就是鲨鱼，我已经看见了，我丢了啊！往这边，就你们的，就你们的，丢了啊！啊，多根，好，丢的非常完美，丢的非常完美。哎，左边在摇，左边在摇板子，但是不管他了，就等着鲨鱼来，等着鲨鱼来。他摇到了一块板子啊，一个鲨鱼成天没事干就在摇板子，我也是服了啊。来一块鲨鱼肉啊，来呀、啊，来呀、啊。哎，感觉你俩是在上面看戏。来块芒果吧，我是马戏团那耍猴的。再丢一次，再丢一次，再丢一次。记住 ，Holy shit！ 哎，鲨鱼，你们怎么没了？你怎么跑了？我们要不要我跳劈？跳劈还他妈行！鲨鱼的，哎，鲨鱼的，哎，鲨鱼的，鲨鱼怎么和你们打起来了？他不是应该会咬那个饵吗？他刚才咬了我一打他，咬完之后来继续上去，开始了，拿着我的钢矛，信仰之月，哎，哦，看到你，fuck， 没跳到地方，我靠，来吧，我们把这鲨鱼杀掉，来，等这个鲨鱼，等这个鲨鱼到，等这个鲨鱼到，我怎么黑白？等这个鲨鱼饵到，等这鲨鱼饵到，把它干了，徒步吗？哎，来，准备来了，准备来了，干他！哎，真的是打一下他就跑啊？这么怂的吗？啊，哎，这么怂的吗？闭上眼睛，兄弟。啊？闭眼。干啥呀？睁眼。你他妈的！神他妈！你会变鱼，我会变鲨鱼。妈的，知道。我们是鱼人战士。好像我也有啊，我也有啊。我也是鱼人战士呀、啊，大家都是鱼人战士，有什么问题吗？哎，就我没有鲨鱼了头，还有没有鲨鱼头了？给我来一个鲨鱼战士还行。你们都是鲨鱼战士，我是鲨鱼辣椒，我跟你说。你是鱼人领军。鱼人领军还行啊，我看到。我们是鲨鱼战士，你是鲨鱼。你们是怎么拆分的呀？放下去。好。右肩取出来一个。啊，拿出你们最得意的武器！哎，等一下，林少，等一下，我把三文鱼给你，我这钓上了一条。拿个锤子，把你们的鱼都拿出来啊！把你们鱼都拿出来。哎，这条鲨鱼又把它钓上来。
带上这个太阳。哦，我觉得可以。看起来像三个傻子一样。那些鲨鱼头盔太傻了。那离得近点来一张，我觉得这两张封面比较好啊。正好两个妹子，一个汉子啊。哎，喂，我晕。我操，没算错，我操。那么到这边的话呢，我们 Raft 木筏生存的差不多也可以这个暂时告一段落了啊，因为这个游戏的话呢，只是一个抢先体验版啊，我们三四个人一起联机，大概也就是花了六个小时吧啊，六个小时就已经把这个游戏给它通关了啊。那么等它以后更新的更多内容呢，我们再回来玩啊，好的，那么本期节目的话呢，给大家先做到这边，我是阿木西，我们下期再会，拜拜。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